胆岛、二胆岛等群岛，传出将在三年内撤军拼观光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。我们开放他，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，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。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，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文模成真，台湾台北报道。好，啊，咱今麦要阁放一个，就是讲，这种流氓政府要走啊，安尼大家都足清楚啊。今麦阁来放一个，咱迄个身份证确实有效的影片，因为现身说法，咱吼来啊，咱啊，请看。议长、秘书长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，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。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亚夫过来过来。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7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灰熊肝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，二变成五。难怪我们告沙子说1234也不知道1+1=2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氓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咱这是现身说法，因都啊去美国回来，啊美国回来时，啊咱都啊初级班成类似这个时间，我讲啊，恁遐有用过来现身说法，用这张，我要甲大家报告讲，我这张身份证吼，打来，蒙过，看我摕我看。打来大家知影嘛吼，去日本参议院，因个做迄阵啊，因个助理来讲，第一届去日本的是因个参议院有来讲接待，助理甲我这若客气好看，
啊，实际上我伫日本存的钱要换回来，迄零钱吼，我伊讲爱摕身份证嘛，啊，摕身份证护照迄阵啊都啊收起。收起领机票啊，伫行车收起，伊讲要爱我的证件啊，啊，我怎啊摕一张互伊？伊若看到讲啊，安尼会使哩，话紧，这就是啊，所以讲实际上伫美国足好用啦，大家拢唔知啦。恁去，你若摕这张出来，你就表示讲你是本土台湾人，伊也足欢迎。哦，啊，曾经吼。所以有一个旅行团啦，我才在想讲要找机会啦，因为回来我较无闲啊，是啥吼？秘书长讲有一个旅行团啦，有一个童星啦，查某的童星啦吼，啊伫美国内面咧坐飞机的时候，我检查足麻烦的。一个童星讲摕这张去要看，因遐个做。安全人员看到这张，讲哦，安尼你这张你是台湾民政府的，来叫伊边啊去讲，啊你先过，啊因迄团的吼，拢伫遐咧乌甲乌沙沙，大家才讲，哎呦，这哪遐好用，啊所以讲我咧一直想哦，请伊来类似这个节目的时候来现身说法这里，哦啊。叫伊迄个旅行社诶人啊，先来参加一下吼，应该这效果啊，应该是真好。啊，这确实实在百分之百，但是莫去忽唔到诶哦。咱这有晶片诶哦，你去摕唔到诶，你就无法度哦。你去请300块、500块，迄未用你哦。咱这。晶片的吼，爱有晶片的吼，啊，才会杀你。哦，这爱大家讲个清楚。啊，因为大家拢应该拢真清楚啊嘛吼。你拄啊查媒啊，啊，新德州咧研讨的时啊，迄阵啊新德州讲推派一个。啊，同心要来报告，还是多谢要来报告，来跟我讲一个心得，一个来，嘿。好啦，请啦，请啦，好好，你吼、哦、来遮会感受啦吼、哦，啊，甲讲出来，予大家会看，安尼也毋是安尼吼。啊请吼、哦，大家加鼓掌一下啊！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午安。只有新竹州要报告哦。没有关系，你是说初级班上过了，高级班上过了，你把你这边底下上。课的情形，甲讲吼，世界会咧看咱这个节目的人知影，鼓励因来上课、哦，好吧？好，我大概吼现身说法一下的是，因为呢，我是一个正港的台湾人啊，但是那时候的对台湾的定义很模糊，不知道，就是公公我跟人讲哦，含几斤啊，含几斤啊。然后也嘛是有经历那个，说讲台湾为爱挂牌啊，罚5块钱啊、喔，还是5毛钱，我也忘了，太久远了。然后嘞，但是大概在瓦尼杰罗西阴错阳差哈、喔，得到对岸中国去从事迄个动漫的制作，因为咱的成本那是因为流亡政府把咱海家家无法生存下去了，所以被迫到。对岸去讨生活，然后嘞，这真的又是一个阴谋哈，就是把我们的技术哈，就是转移到那边去，那我们就温水青蛙，就一直被这样子的荼毒。然后呢，到那个土地上之后，又
因为原来是对台湾的失望，所以到对面去。可是到了对面去，这个伤害跟失望是更强烈的，因为一党二，因为默默的被灌输说，我们必须强调，我们不是无知，我们是被动的无知，因为咱的教育就是安尼，甲咱教，教甲咱戆戆。啊，其实咱并无戆哈，其实啊，到尾安尼去到遐的时阵，我刚刚讲那个伤害是安那，因为我们就怀抱一种都是炎黄子孙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但是刚刚遐哈，发现我们都太自作多情了，因为因并无把咱当成一家人。好，就是这个又是一个再伤害，所以呢，我阁要继续北移。本来因为冬天搞啊无好，我本来就要去俄罗斯啊，不料就是因为阴错阳差吼，起码阁像那边不是太稳定，就之后回来。啊，为什么回来嘞？这又有一个很悬疑的故事，我觉得是民政府召唤我回来，因为呢，我已经三年无回来啊。啊，所以我去哦，迄个流亡政府迄个户籍单位除户，我去请迄个户籍藤本先生讲，我已经储备除户，他也没有要求我再申请重新登入哈。然后我就觉得很狐疑啊，我就怪疑，我想因为我要签民政府的身份证，啊，我他讲三年无回来，被迫回来，就是因为要办这个代志。啊，但是其实到这个时阵，我这个代志还袂办好，因为我不着急呢。因为我就无意之中回来一礼拜，我就去朋友遐开讲，伊就甲我讲民政府这个代志。伊本来吼，那朋友真可爱哦，伊就怯生生甲我问，伊就大概了解我的背景啊，说啊，我就说哦，我是炎黄子孙啦，我爱中华民国。伊当然阁是安尼态度，他自己现在觉得蛮可笑的啊。但是我还是强调，我们是被动的无知啦，咱毋是正经戆哈。然后阿姨就讲，阿你知影国际法无？阿你知影上面究竟他？啊，因为我是知识分子，然后讲我知啊，我有读过法理，就是以前啊有那种旁听法律系法律系的课程。起码讲北京话也不要太卷舌了。然后都大概有知道这些条约哈。啊，其实我再说回来，我刚刚真的是一种我们命定的现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投票权将近三十年，我唔捌去投过票，我唔捌去投过票，我刚投过一票，去岛上投过一次，投过那么一票去岛上岛李敖先生，因为我知道伊袂调，但是我常常投他。啊，其他的我对，因为我讲我就嫌法国人，我就是热爱民主，可是我不屑政治，所以我也不想投票，所以。那个中国同胞说，哈，你没有投过票哦？我说没有。啊，你们有好棒的这个民主机会什么的。我说政治啊是最无耻的骗局什么什么。我那时候的态度是这样子。然后嘞，这边被瞪来，说啊，你被瞪去投票，我说有几号候选人我都不知道，投什么票？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态度啊。所以瞪来回来的遇到民政府哈，然后。我的朋友跟我说这个事情，他就怯生生，啊，你就跟他试探。不料我听完之后，大概就不到三十分钟，我就自己啪，我说好，拍板定案，我要去上课。我说因为不管真的假的，我们总是要先自己来了解认识。啊，好玩的是，我上礼拜上完初级班，那我就热血沸腾，我就开始跟我的朋友啊、邻居、同学啊，开始分享哦。尤其是耶诞夜，我跟我三四个中学的好同学一起聚餐，哎，侬搞阿崩讨，真讲啊，就是这种情况。哎，我印象中你是一个连班级活动都不参加的，而且是政治无感症啊！你哪会去？你是咪去用洗脑？你唔想过无来登来台湾？你笑啊？是？对对，就是那些语言，飘飘飘飘，全部都罗列出来呢。我老公，应该是说这一切都有安排哈，我要去对岸认清了更多的事实，因为就是我们要强调是从把自己从台湾这个角度抽离，用更高的视角来跨界的代际，那来怎样讲？我们的立场真的是很尴尬，所以嘞，台湾人真正爱自立自强了，要加油，然后就是要发挥这种。
坚强的意志力，把这个所谓的革命先行者的工作呢，好好的持续走下去。然后感恩机会，感恩让我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认识大家很高兴，谢谢。啊，祝贺吼，伊安尼讲，但是稍微吼，伊拢讲对岸吼，伊是中国啦，阿伯啊吼，唔是讲大陆啦吼，伊是中国，甲咱台湾一点啊关系都无。阿伯讲对岸啊，或是像拢袂使讲，安那袂使讲大陆，他是美洲的大陆还是啊？所以讲拢讲中国吼，哦，这就是啊，祝贺伊个讲出伊个内心的。的問題，我若要講一個簡單的例吼，讓大家知影。實際上啊，有這個情形啦，因為這個若實際，我因為有一個活動吼，人家邀請伊是90岁的生日，啊，因為以前伊是做一個。算我外交官，伊是经济部的参事，驻南非的参事。啊，当然，迄阵啊，大家去到遐，大家拢话袂歹关系，大家拢足好。伊90岁生日的时啊，因囝拢有来参加，因一个囝。在会场啊，讲出这个伊的心声。伊讲安怎讲呢？伊讲，伊伫美国，伊是伫即马是我是伯克莱的教授吼。伊伫美国，伊当然因老爸我随的啊流亡政府来啊伫军队。吼、哦！啊，我伫政府机关安尼做过，啊，做过了后，伊伫台湾，因老爸伫台湾结婚，啊，生个囝，我伫台湾生，啊，培养因囝出去国外读册，啊，怎啊留伫国外？因囝伊只问因老爸啦，讲伊甲因老爸个交谈吼，伊问因老爸讲吼。伊到底是什么人啦、啊？因为伊伫美国，美国讲你是中国人，啊，伊伫台湾出生啊，伊讲美国甲讲你是中国人，啊，走去中国去，伊老爸是中国桂林的人啊。去中国，中国讲你是台湾人，讲伊是台湾人，所以伊很纳闷，才问因老爸讲啊，我到底是什么人？因老爸甲讲啥？你是流亡的，迄、那个做啊流浪的中国人。因老爸甲讲你是。流浪的中国人，啊，发现就安怎？你知影？实际上，因老爸拢是流亡政府栽培，搁送美国去，啊，搁甲安排，啊，甲做官，做经济部，住伫啊南非的经济参事。迄阵啊。在遐，即马因老爸在遐，我伫股票上市啦吼，伫遐做个股票上市，甲咱啊台湾，伊介绍去台湾去电脑去遐展览会，啊电脑公司入面袂歹，啊怎啊伊佫做经济参事，啊伫遐办，啊怎啊伊叫因囝来接这个电脑公司，做了还足好。即马发现到啥，你知影？都会回馈台湾，伊拢伫回馈因桂林，伫桂林伫遐去学校，伫遐发奖学金，伫遐
办活动，拢伫遐回馈伫遐。啊，我的感受就是讲，因的观念就是安怎，因是流氓政府迄阵啊来的，哎，因无想到讲食台湾米，做啉台湾水，台湾的甲培养去外国去读册，佫转来，佫互伊做生活真大个官，但是到尾啊，因的心那是伫中国，所以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第一条，这条啊，就是第一条都划分很清楚啊嘛。咱1945年9月2号，伊啊，迄条做啊，以后来啊哈，伊拢是中国人。美国甲现在那是安尼划分，金门、马祖遐个人，我拢是啥？中国人，所以讲，就这个咧，予大家去思考啦，思考是安怎的这个情形。有当时啊，真正有咧爱护这个台湾啊，无有咧为台湾未来子孙做奉献啊，无。唯一就是拢咱的责任啦，咱爱家己打起来。别人无要替你做啦，你要等，互因来遐个人，这都足简单啊，这个例啊，伊伫遮生，伫遮读啊，中学、大学，才走去外国去，啊，就留咧外国，啊，留咧外国，伊外国甲讲你是中国人，伫美国讲你是中国人。啊，伊也走去，因为他现在也是蛮大的，那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吼，我地位蛮相当高的。去美国，美国甲讲，啊，你是台湾人，你唔是中国人啊。伊那因老爸一定讲，哎，我伫贵州出生，啊，我伫贵州走来台湾的。啊，伊唔只很纳闷，伊个伫迄个场所啊。讲出这个例出来，讲问因老爸讲，伊到底是伊什么人啦？因老爸甲讲，你是中国的是吧？迄个做流浪人，啊，所以这都我足清楚，这都告诉大家，咱本土台湾人唔拼，什么人要甲你拼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责任，拜托两件代志，一定啊叫较少年个较专业的来受训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就叫大家来请身份证，啊，要有差不多4分钟左右啦，好一个问题，恁要问啥，我知啊，拢甲恁答复，一个就好啊。咱要准时下课，有啊无？好来，来赶紧，嘿，较紧嘞。敢无听到？啊，甚至吼，佫会讲一挂负面的。所以我嘛咧想讲吼，咱的课程是毋是？爱甲伊做一个融会贯通的这个动作，哎呀、啊，因为迄少年仔来听拢听无啦，啊，长期吼，佫会讲一挂负面的，啊，这点吼是我内心吼，我暗暗啊惊，我暗暗啊烦恼，哎呀、啊。好，多谢你，啊，我甲你答复是安尼吼，来咱遮上课吼，来，咱本有一张广告单，迄张广告单。就嘞，嘿。
诶，咱广告迄个广告单吼，诶、欸、来，咱这个广告单吼，转去提叫伊啊，那有这个负面的吼，咱遮有这个各所在拢有这个办事处，有啊无？有嘛吼？你那是你的亲友。你甲带去，有啥物问题，拢会使去请教咱遮个办事处。我上头是讲，我这个办事处啊，我有甲咱个行政啊，迄个人员讲，啊无这个只甲创一个，我摕伫 PowerPoint 要互世界啊本土台湾人了解，啊可能各种个问题，伊无甲答出来。啊、所以我从啊无予大家看，啊，因为大家拢有一张嘛，大家拢有分一张嘛，所以你看倒一个所在，咱有办事处到电话，拢会使去遐啊了解。啊，若无，你会使写名向我好。哦，我的名我足简单。哦，我的名特且我甲大家公开一下吼，我的名就是 Professor 甘夏啦，教授啦吼 ，Professor 英语是教授啦吼 ，P R O F C， 我就脏啊，用 C 啦，啊 ，P R O F C 529。小老鼠啊，529小老鼠 gmail.com 点 com， 安尼都我是会到。好、哦，这就是讲你若有啥物疑问，还是啥物问我，歹势吼，因为我讲一个问题尔吼，我无要阁接受第二个问题，但是下课。你要来甲问我，足欢迎嘞！吼，因为我唔爱耽误大家的时间，阁聊这个问题吼。啊，有人啊讲要问我的电话吼，0928374529。吼，啊，有当时啊，我这是普通的迄个手机尔啦，唔是 Line 的在三迄个用的，我就是，系啦。0928374529，这我24小时啊，但是我若你若无讲好清楚吼，我可能我较袂讲去直接跟你回答吼。啊，上好是用名来上好。啊，好啦，你要。好，感謝你，因為這個代誌要給大家答覆吼，因為我頭都有講過啊，我去李登輝食飯都免錢，我去啊迄、那個叫做迄個都免錢，叫做革命十天夜研究院住四五天啊都免錢，咱這確實無法度，吼、哦，這就較原諒的吼，啊，但是拜託大家啦，咱盡量找這個專業的。陈立他有这个专业精神哦，啊，我呐足欢迎你，啊，我呐是讲以后若有机会，啊，才请你来演讲这里，安尼，今日就到这结束，啊，感谢大家，吼、哦，啊，等下一定爱介绍人来哈。